小雅，小雅，什么事啊？你快出来！什么事啊？你姐在我们家坐了这么久了，白吃白住的，她到底什么时候走啊？你小声点行不行啊？万一等下她回来了，听见又怎么了？这是我家。那我是你老婆，她是我姐，又不是亲生的。我不管，我现在要出去喝酒应酬。如果我回来，她还不走，你们两个给老子滚蛋！你自己看着办。小雅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姐，我……你这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个事吧。说吧。姐，你看啊，你一直这样待在我们家，你也该走了。小雅，你怎么突然让我走了呢？姐，这个房子毕竟不是我的。你一直这么待着，我老公他有意见了。小雅，我不想走。不想走？妈都去世这么久了，你又不是他亲生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白吃白住的待在这里算什么呀？虽然我不是妈亲生的，但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妈去世前她叫我好好看着你，我也舍不得你，我想一直跟你住在一起。舍不得？舍不得谁啊？我跟你啊可没有关系，你早点收拾东西走人吧。小雅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吧。小雅，你可是我唯一的亲人啊，我不走。小雅，我走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快走吧。老婆，你姐走了吗？走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哼，你姐在我这吃我的住我的，什么事也不干，她早就该走了。再说了，又不是你妈亲生的，问我们什么事啊？那也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呀，我早就把她当成我自己的亲姐看了。我懒得跟你讲，走了就行，我先休息了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雅，这么久没见，想来看看你。看我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赶紧走吧。小雅，三年了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我怎么过得不好了？小雅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啊，没谁。妹夫也在家，你过得好就行。那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来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拿着吧，自己好好保重，我走了。姐，妹妹，几年过去了，姐挺想你的。虽然当初你们把我赶走了，我跟你不是亲姐妹，但你我的姐妹情自始至终我都记着。这卡里有50000块钱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，保重。姐，以前是我不好，你就原谅我吧。